不要等一下我在水上部落突然发现莫名其妙蹦出人哦。哎、欸，有人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嗨，还有一个在里面，看到了。最后一个，我要带太多子弹，182发。之前有观众问我说，步枪子弹、散弹枪子弹要带多少？蛮常有观众问我的，我这边提供一点我自己带的数量，但是你不一定要带的跟我一样哦，你可以带比我少或带比我多。那我会顺便跟你讲，我为什么要带这些子弹量的原因。首先，散弹枪子弹我大概会带15发以内，好，18发是极限的，高于18发我就会有点想要换子弹，对，换一些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子弹量的，譬如说10发、12发的那种散弹枪子弹。好，会带低于18发的原因是因为我散弹枪其实用到的时候用到的几率比较低，除非很近战我才会拿散弹枪，不然一般都是拿 SAR 步枪去打。好，所以带18发。18发的话基本上一个敌人散弹枪大概你打得准的话2发可以解决一个嘛。那18发的话大概可以打9个敌人嘛。不可能，我大概最高击杀数好像24吧。但是拿散弹枪杀到的人不到10个，大部分都是用步枪杀的。所以我才会带18发以内的散弹枪子弹。那步枪的话我习惯带150发。这个前提是我有拿到三级包我才会带150发。不然一般的话是90发啊，120发，90发平均就是那个我有二级包的时候啊，不是我讲错了，对不起，90发是我只有一级包的时候我会带。好，那如果120发是二级包的时候会带，150发是三级包的时候会带。我跟大家讲为什么，因为我很常就是可能打敌人打到平底锅啊，所以我会需要比较多的子弹。 OK， 那如果我是在打排位赛的话那我就不一样了。打排位赛的话我要求70%的胜率，当然不可能真的70%的胜率啊，但是我要尽量求胜率高一点的话，我基本上我的步枪子弹只带30发，但是我的补包会带多少你知道吗？我补包大概会带15-18个左右。哦，这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跑圈，要跑圈万一被毒圈堵啊，我就需要更多的补包，所以我需要带很多很多的补包，大概15到18个左右吧。所以我的步枪子弹就没法带那么多，那我步枪子弹就只会带30发，然后到前十名之前我都不会杀人，看到人我也不杀，我就尽量躲，尽量闪，尽量跑，尽量收多一点的物资，然后到前十名我再开始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游戏就是我要活下去嘛，就是尽可能的活下去，而不是杀人，不叫我要杀人，我要冲出去。所以呢，打保守一点，想要打必胜的话，基本上我就是不杀人。也不是归在同一个地方，归在同一个地方你很容易被人家埋伏杀死，这也是比较危险性的，所以我会一直移动一直移动一直移动，但是是持续的在收东西。万一像我平常玩休闲场经典模式，我看到人我就直接开枪，可是排位赛我看到人我通常不会开枪，我会想办法就是先跟踪他或者是绕过去，这样除非他跟另外一队开战，如果我有消音器的话我才会开枪。排位赛我大概是这样打，因为杀人数不是重点嘛，我就是要吃鸡这样。那现在没有我需要的东西，没有我就直接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到边边上去吧，剩10个人。如果这场吃鸡，我就关直播好了，大概半个小时。今天比较没时间开太久的吃。哇塞，不是吧，不要这样闹我啊，空投，你这样不就是让敌人来找我吗？我就是要偷偷摸摸的绕过去，你就直接这边放一个空投。哎，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，你就这边直接放一个空投。
等一下一整车四个的敌人直接开车过来冲，捡空投我就死定了。不要这样闹我啊！然后排位赛通常我打法我不会去守空投，因为通常守空投，你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很早就被敌人守住了。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空投可能掉下来的时候，然后你捡完，然后你再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其实已经有一队的敌人可能已经发现你的位置了，然后他就会等你，等你抓另外一队新来的敌人，刚好杀死对方，或者是对方把你杀死的时候，那一队敌人在偷袭，把最后的人杀光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捡一堆的尸体包。所以通常排位赛我也不会守空投，除非空投就在我就是等圈的房子的隔壁，那我可能会在房子里面等一下。好，这边可能要小心一点啦，有一些敌人会跑到比较边缘的地方，跟我一样是个边缘人，有点讨人厌哦。边缘人 只有一个就够了，好，不要多，边缘人就一个就好，就我就好，我负责当边缘人就好，你们都去交朋友吧，我不会介意的，我不会介意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去交朋友吧，不要跟我一样当边缘人，好不好？边缘人的孤独，我一个人承受就够了。有看到？好，香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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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好吧。不是他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啊、哦，你好烦啊、哦！啊、哦，不要啊！我死定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死定了。等一下，一定会有一堆敌人啊，后面搞不好已经有敌人在跟踪我了，因为后面有空投。不要这样闹我好吗？算了，我全部捡起来好了。好，全部捡起来，趁现在。好，我先带这些子弹一百， 100, 我看一下。好，带180发好了，剩三个，剩最后三个，剩最后三个敌人哎、欸。待会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在发电厂。对面山上没有，剩最后三个哎、欸，莫名其妙跑一跑，剩最后三个。目前没有看到，哇塞，这太紧张了吧！这三个是不是同一队的、啊？这样我岂不是死定了吗？发电厂没有人哎、欸，这下面有人吗？检查一下，没看到，对面。没有，楼下再检查最后一遍。哎，我刚是看到人，看错看错。好，那我猜测应该是在对面的。哇塞，这边完全没有掩体。等一下，我 是看到人了。等下空投掉他们那边。哎，各位赶快去捡空投啊！不要理我啊，我是边缘人啊！不要理我啊，各位赶快去捡空投，赶快去捡空投，不要理我。我就是个边缘人，好不好？不要理我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换啊，三级补偿器我丢了，死定了。这样打人一定不痛。等下我躲这里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绕右边。检查一下，有香菇没有人？人在哪里？哎，人呢？没有人。没有人，那我柯林，有，听到声音了，吃鸡了，哎、欸，哦，原来这三个不是同队的啦，好吧。好了，我这个边缘人获胜了，我边缘人获胜了，边缘人获胜啦！你是什么战队的？我没有战队啊！等一下 ，Yes， 边缘人获胜了，边缘人获胜啦 ！Yes，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边缘人吃鸡了。